人说渣男开大吉，你看我像渣男？我不抽烟不喝酒，也不喜欢多人运动，但我确实擅长时间管理，所以我白手起家，开过豪车无数，每天出入这个城市最高级的酒吧餐馆，越过美女不计其数。比如身后这位烂醉如泥的姑娘，她有着姣好的面庞，魔鬼的身材，还有着诱人的味道，但是我完全提不起兴趣，因为我真正热爱是开车，不管是中国的车、外国的车、漂亮的车、难看的车，只要是车就可以给你一种自由的感觉。比如说这台奔驰 G， 我坐得高看得远，这种感觉真的太牛了。